年酒就对了。我这个要坐下来的哈。我认识 BJ。这是坐左侧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坐一个车厢。认识 BJ， 我赶紧翕一下相。哪里啊？来，认识 BJ。那他椅子有点，根本有司机啊，司机把我司机了。哎呦，他们怎么了？我害怕。现在云散掉了，旧了，下面有云的，没有雾了，雾散掉了，太棒了。哦，雾散掉了，很好，都拍到了。刚在上面，怎么都没看到？哎，也看到了，没有雾也看到了。哎，你看那个什么，好像那个雷达。Thank you.
没有，现在好漂亮，很亮啊。它怎么时间都记得？这边啊，那边你看，那边我说那个小姐，还没在讲什么？然后我照那个站牌，你们再站出来一点。这个。OK， 没有站出来，面穴这边呢、啊。对。我们刚刚从这边下来的。这样你就可以专心，你想见什么人，安排你的需要去完成的那个事情。他曾经跟他儿子回台湾，然后呢，他大哥跟他二弟呢，就硬压着他说你要去了甲方。那他已经住美国住60年了，40年的，就觉得说我不是自己的时间，我凭什么要去美国跟你去吃饭？这莫名其妙吧。这个快没电了，把它照完好了。上车喽！上车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行李哦。啊？我好像不是，我们这是 first class 是吧？啊，这不是，这 first class 是座椅，行吗？我们这二人，这是二人啊。不管他了，就随便上。随便坐吧。随便进去吧。马上上去。赶快，哎。真的不让人家太。Thank you.